Sư Phong ơi!我都等你等半天了，拿去拿去拿去。嗯，辣排骨还是你家的味道巴适。你不给我钱款？你还少少少辣排骨吃吗？一个人。吃饭了。 9块9一斤，你不愿意？腊肉总可以了吧？你咋又回来了？不是喊你去员工家吃走了吗？我不回来去干啥嘛？人家大家还等着我把这个价格打下来呢。价格打下来，你就白想了。打你一顿，现在都可以落实。 那你说这吃法这块用筷子呢？那你说这海椒没吃着，你都是姐爱吃，你给我煮来吃个凉拌吃呢？那你说这个菜为啥子是红色的？是不是用色素水搅出来的？那这香肠你咋没吃都不切啊？呀，老二，你看这个脆骨好漂亮！啊，哪个长得好漂亮？哎呦我的妈！ 等你以后，嗯，怎么竟然是你的？你不管，你只管切就是。就完了？不重要。哎，你还是不要光吃嘛，整我了管，我就把你找点酒味儿。哎，等会儿再来。哼，几块人一个都行。 每天就2块腊肉，2块排骨，一根香肠，这怎么算多？这还有一块，刚好2块。嗯。
你先别信，朋友们，我家腊排骨是真的不贵呀，本来就不贵。这个不是金牌，新鲜的都是20多一斤，2斤新鲜的做成腊排骨也就1斤1.2两左右。新鲜排骨的价格肯定是吃不上腊排骨的。